我是洪斌，我现在在安徽省的阜南县，这个位置呢是在岭南县的汽车站门口啊。然后呢，今天跟这里坐汽车回泰和县，现在呢是要先从这里到梁的南站，在这里呢给大家拍一段岭南的街景，大家一起跟着音乐来欣赏它。正被当作了副居，重头回忆中唏嘘，给我的伤悲擦不去。离别我却最似苦梦，从此冷风吹。心一面不碎，为什么怜悯？要是你也甘于做本分，曾想也甘愿来祝福你跟他，泪望你抱拥婚纱，我的潇洒。若有一个他，给你以后铺几难方家，只怕有一日也像离去吧。是你想我吗？借剑爱情不甘心也作罢，不过戏一场，把他忘记吧。谁人能长恋不衰？你教我怎么会疲累？原来做个妇女，更胜被当作了副居。重头回忆中唏嘘，给爱的伤悲擦不去。离别我却随似抚摸，从此冷风吹。心一面不碎，为什么怜悯？要是你也甘于做本分，未曾想也甘于来祝福你跟他，泪望你抱拥婚纱，我的潇洒。若有一个他，给你以后铺几难方家，只怕有一日也像离去吧。是你想我吗？借剑爱情不甘心也作罢，不过戏一场，把他忘记吧。只怕有一日也像离去吧。是你想我吗？借剑爱情不甘心也作罢，不过戏一场，把他忘记吧。是你想我吗？借剑爱情不甘心也作罢，不过戏一场，把他忘记吧。不过戏一场，把他忘记吧。